往这边放。好，掌声鼓励一下。以上是我们的今天祈福，来自吴光卓、陈宏威啊，谢谢我们马后抖音。碎石记人员记运动员进场，我们请各乡各区的队员就绪。走快走。用布农族传。这个布农族欢乐的创作歌谣《相见欢》，那么让我们的运动选手我们的传统技艺的人员呢，来进入到我们的会场当中。那么首先进场的是来自海端乡。李段区长带领的乡亲呢来到当中。那么继续进场的是来自我们在地的我们信义乡的乡亲，也陆续的到达了我们的场中央。接下来进场是我们的海端乡。那么海端乡来自台东县海端乡，由我们于尚志和于宗玉于乡长带领的我们不论的乡亲呢，也陆续的抵达了我们的会场。是，紧接进场是来自我们南投县的仁爱乡。那么仁爱乡在我们张子孝张乡长的关怀之下，那么我们不论的乡亲呢，也积极乎全队参与今天不论的盛会。是的，第五个要进场是我们的卓西乡。那么来自非常遥远的我们花莲县卓西乡的乡亲呢，哇，阵容非常的庞大。那么在我们苏正清苏乡长的带领之下呢，也缓缓地步入了我们的会场。在卓西乡之后进场是我们的万荣乡。好的，那么万荣乡来自花莲的我们万荣乡马岩村的乡亲呢，在今天呢也带队来参与我们的这个活动，特别感谢我们苏林进乡长的带领。是，在我们的右边进行的是我们高雄市桃园区。高雄市桃园区在我们严国昌严区长的带领之下呢，我们最亲爱的乡亲呢，也陆续的抵达了我们的会场。而最后进场是我们的延平乡。是的，来自台东县延平乡，由我们的胡荣炎胡乡长所带领的，哇，阵容也非常的庞大。那么慢慢的呢，进入到我们的会场。是的，以上就是我们各乡各区的队员。在长官致辞之前呢，容我们先介绍与会的长官贵宾。首先介绍我们南投县代理县长陈副县长，欢迎陈代县长。好，继续要介绍的是我们原住民族委员会，我们杜时伦，杜时伦处长。哇，欢迎处长。好，继续介绍的是台中市原民会主委金化石马万，欢迎金化石委。好的，那。
那么继续啊，介绍我们国会议员孔文杰、孔立伟。欢迎孔委员。好的，那么继续啊，我们要介绍的是啊，我们不论的啊，巴拉边的乡长，来自我们花莲的卓西乡苏正清苏乡长。欢迎苏乡长。花莲县文龙乡苏进莲苏乡长。欢迎乡长。东延平乡胡龙田胡乡长。欢迎胡乡长。台东海关乡余仲义余乡长。欢迎余乡长。高雄市桃园区我们的主任秘书高秘书欢迎继续介绍我们高雄市浪下区吴清雄啊，也是我们白亚女士段区长。欢迎啊，继续介绍仁爱乡张子孝张乡长。台东县长滨乡公所啊，我们的代表田伟哲啊委员。好的，那么继续介绍我们代表我们的县议会来自台东县议会我们张顺成张议员。欢迎议员。好，继续我们南投县议会我们十七岁十议员。欢迎十议员。还有我们南投县议会我们秘书长陈国忠陈秘书长。欢迎陈秘书长。还有我们南投县政府原住民行政局我们的简青松简局长。欢迎简局长。是的，那么继续再介绍的是我们原民会文化园区林克仁组长。林组长。林组长。我们隔壁乡水里乡乡长江龙汉江乡长。欢迎江乡长。还有来自高雄市议会我们的伊斯坦纳贝亚库啊议员。欢迎。好的，那么继续介绍我们来自台中市议会的我们林荣进议员团队。欢迎团队也莅临我们现场。新义分局长我们邱分局长。欢迎邱分局长。还有我们海端乡的代表会主席郑发朗。哇，欢迎主席。那么继续介绍的是我们原民会足球委员布农专员全文胜委员。欢迎全委员。好的，那么继续介绍。